爽，一定爽。那你有计划再拼一台？有，我的确战，你要确战吗？扣打到了哦。爽吗？爽，一定爽的。2020年拿到最佳乐团以后，好像我们的那个得失心就真的不太一样。所以那天在看开奖的时候，有一点比较接近吃瓜的状态啦，就是还是会希望自己入围嘛，但是好像没有入围也不会太失落，对。但是有入围就特别爽，拿过一次乐团就 OK 了。对 ，OK 了。有抱怨机会嘛？因为你已经得过了，然后把这个机会就是让给，就是还有很多人没有拿，就不太可以这样处理啦。因为这样处理，你没有像到二姐这种看展的时候，大家只会觉得你怯战而已。那我说就想拿台语单。哎，对啊，又没拿过啊。瘦身是日常，控制体重是日常。今年老大要准备上小学了，那也刚好入了金曲奖，我想带他们走红毯。两个都走红毯。对，然后想说这也是蛮特别的经验嘛，就是以后爸爸也不一定会入围，不一定会怯战啊。我还是会爆哦。一家是保守小孩，多跟团员，团员跟两个小孩，他老婆嘞，怯战。你老婆很漂亮吗？我知道很漂亮啊，她不是没不让她走，她不想走。那你有计划再拼一台吗？饶了我吧，我宁愿。你要确战吗？扣打到了哦。我觉得结扎这样比较那个保险点。再得一个乐团就结扎，我们陪你。保险赔你们怎么陪我结扎？你们都还没生呢。我结扎是没问题啊，真的没问题。所以有得的时候结扎。不是，没得也可以结扎。因为我真的扣打到了，而且年纪也到了。